这两只足大只的，还一只三四百，安尼补助偌济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。帮助大无？哦，真多哦。对，哦，都那么专业哦。做农真的很辛苦。欢迎收看台菜鱼他们的产地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，就是我们的洪怡。洪怡你好。总统好，嗨大家好。今天咱就邀请到总统哈，要作为来体验怀旧之旅，要来献切啊，好，家己是稻米的故乡，好啊，鼓励大家好，尽量吃台湾米，好，饮台湾水，啊，听台湾。总统，即摆即看到即，就是我细汉的故乡。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这水是足少的，因为吼，规个拢种江南大平原，规个拢种地瓜产，啊，所以拢轮流灌溉，啊，但是很多人会来偷水，啊，我们都晚上，我爸爸都派我们半夜12点，哎，要看水，袂使叫人偷去，啊，你看我小时候诶，江南大平原，然后像这款风安尼扫，然后就所谓的碧波万顷，整个倒浪这样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其实咱即马在补弄小农嘛，小农农机已经有补助啊。小型农机刚办完一个阶段，有八万多人申请，也拿到补助。我就看到伊，你拢就欢喜啊。帮忙很大，因为以前拢是人工嘛。哎，我们这里有很多乡亲哦。大家好。总统特别选咱家己最上了。是啊。这红衣的故乡啦。对。咱鱼有龙烟啦。谢谢总统，我以前种田吼，拢烫脚卡，今麦老他叫好名，称呼乡爷公。希望讲大家拢会使穿雨鞋啦，吼，这样子我们夏天的时候不会被虫咬或者是被病菌感染，较卫生、较安全。对啦，较安全。我现在的时阵吼，翻土拢爱用剃骨啊，剃骨来碰，有些人就会受伤。你像我这镜头啊，就是去挂吊的时阵，挂到遐么长去，农民很辛苦。台湾话讲，我做吊箱高牛赛。政府对这部分敢有啥物帮忙？有啊，即马咱咧做植栽保险呐，从事农作的时阵，若受伤，咱有保险嘛，吼，政府有补助啦，吼，所以咱一个月交15块就好啊。所以安尼算算的，咱拢总有100万人吼可以受益。所以一年才800块尔，自费180，就有一个职业灾害保险。所以像这地瓜差不多过半个月就会挂起来，但是即马若是有风台就稍微中倒啊。种稻了，伊的地瓜伊会布芽，农会米价拢唔收，这个心血就付诸流水。所以像这政府是安那帮忙？咱的政府最高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农民收入稳定，好，降低灾害的损害啦。啊，另外咱即马咧推撒一项物件，就是保险啦，意思就是讲咱若去保险，啊有灾害的发生，那我们农损发生的时候，咱有保险金会使提啦，就比较有保障，比较有保障。有农业就是社会稳定嘛，生态也是平衡嘛。有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，只要有从事农耕的土地，我们1公顷补助10000块。农耕哦，不是干那地瓜产，不是干那地瓜产，因为农民太辛苦了，最有需要。对了，哎呀，总统，你对汽车有兴趣？嘿，我带你来看两架超级房车，好啊，给咱这架讲。哎，你好。中华奶家巧，这话土沟村的村六李村长，三舅你好，陈牛皮啊，对，谢谢你，三舅，陈牛皮，这两家足大只，大只，我昨台语讲啊，红花梨啊，是，啊嘛讲铁牛啊，啊但是咱讲伊讲燕子，这内底敢有冷气？有，啊嘛有收音机响，有，还一只3-4百万，安尼吼，啊即摆政府补助嘛，当时开始补助，四月底就讲开始实施啊嘛，对，到3000，啊安尼补助偌济？差不多1/3啊，1/3的84万。差不多看你的车子的价钱吧。哦，安尼帮助大无？哦，真多哦，绝对阮农民是足多啊，迄个贡献哦。好安尼哦。迄间我刚才看，没有真正爬上去看。OK。哦，咱两个坐一台。来，小心哦。哇，这个挑战很大哦。我来做开始咯，知道我来。哎，跟你做伴了。也过来在食糖啊。所以咱咧翻土的时阵，伊就来食糖。这是我第一个坐这款车呢。真少啊。这
这台多久啊？这台拄我一担。这要转弯，无咧空间来足大诶。嘛变咯，伊转弯真好哦。好好好。嘛，主要就算掀起来。安尼就算咱头有甲掀起来了。哎，就拍个超过。后面就有白露丝出现。会听声呢吼。对对对，就这个糖。哦，安尼食外久唔知啦吼。咱是看无啦，不过鸟仔看有啦。总统，咱即马带来现切啊。好。总统敢有这个经验？嗯，没有。总统其实以前的人做田就辛苦，咱食迄米啊是用啊这个风骨吹起来，啊，这有做现切啊，这个是风骨。是。这风骨应该是有几啊十年的历史啊。这个切啊下去面顶，用这雷夹，啊有风，风扇出来了。它的比较轻的东西就会吹出去，哎啊，比较好的稻米就留在这里，所以那个稻壳啦、杂质啦就出。对对对，我总统好聪明。然后这个叫做烘垢。哦，速度好快啊！你看看，轻的都飞出去了。哦，这个米稻甲装个甜啊，先过嘞，先过嘞，过嘞，啊，再落放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哇，哦，总统专业哦，这是需要人拿 pro 哎，这个是好运动哦。哇，满仓啊，稻谷满仓啊。哦，很怀念，可是小时候种的时候很辛苦。这个才有办法交给农会，交给 Vega， 对啊。然后你看那里都是不好的，啊，这个就拿来养鸭、养鸡、养鹅，逼逼了，怕怕。哦，这挂掉啊，实在是有够热吼。那热的时阵，咱都有这个食点心。是啊，啊，今日咱特别穿啊，平时挂掉的点心就是千草加米菜白丁。啊，我嘛一碗。嘿。所以仙草是降热啊，这个米菜白是补充体力了。对，因为米菜白嘛是台湾的家己的米做。是。好，非常好吃。这吃下去了，整个体力就都恢复了。哦，这米苔目很好吃，这是吃的米做的啦。对，仙草也是我们家己最上也是仙草的产地，所以鼓励大家多吃这个，然后吃下去，等下气力就穿好好。今天很高兴宏瑜来参加我们的台菜与他们的产地。那台湾的米真的很好吃，我们一起来多多吃台湾米。吃台湾米，吃台湾米，听秀台湾。啊，今天也非常感谢总统来。明天在11月12日，好，别忘了要转到三立来看《总统来我家》。你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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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谢谢。微风震动啊，微风中震动。我这个比他们好吃，再多吃一口。挂住在顺毛，挂住在顶，阿毛挂住在棒，这是很到底。阿毛没记，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好，按起来小铃铛。